大家都看过密室惊悚片吧？好莱坞有很多这种电影，比如《人皮客栈》《电锯惊魂》《站立空间》等，是不是拍的都很棒？国内的一些惊悚片，往往就是照着葫芦画瓢模仿好莱坞，但是这些片呢，往往和烂片画上一个。剧本、导演、演员都他妈烂透了。今天呢，我把大家请过来，就是让你们和我一起完成这个片子。OK，其实游戏规则很简单，就是你们猜为什么会来到此处。如果有人猜对呢？我不但把你们给放掉，我还会自杀。假如有人猜不对的话，我每隔10分钟就会过来杀掉一个人。OK，废话不多说，第一个10分钟，你丫谁呀？这他妈是拍电视真人秀还是惊悚电影啊？老子一直给别人导戏，今儿个自个儿钻圆了。这不会是整蛊人的真人秀节目吧？你想象力真够丰富的。真人秀有把你扣的这么疼的吗？你们别看我呀，我又没做过坏事，我就是个经纪人。你是那个新出路模特公司的吧？给我推荐过演员是吧？我都大半年没带过模特了，再带下去，大家都管我叫拉皮条的了。我现在带歌手，这应该是警察干的。他把我们关在这里，想套出我们供出什么事儿？这个事应该不是警察干的，因为我就是警察。什么？连警察都敢装？他是不是活腻歪了？还真有这么变态的。是不是哪个哥们儿跟他们开玩笑啊？是不是我潜了水，还是贪污剧组公款被老板发现了？我搞了一个影视公司，听大家刚才介绍的，应该都是圈里的朋友。大家好好想一想，咱们是不是集体得罪了谁？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你再喊，小心凶手第一个把你拉出去给毙了。大家都说说自己是做什么的吧，叫什么名字？我先说说我，我叫孔宇，是名警察，前几年一直负责咱们治区的一线的治安案件。近半年来转做科室了，也算是二线了吧。有可能是我之前抓过的罪犯干的，但是也不能确定，因为我跟你们的圈子并没有交集，所以你们都说说自己的情况吧。你先说。我叫杨冰冰，大家可能觉得我眼熟，《深宫》的女二号就是我演的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之前带的艺人差点就演了这个角色，否则红的就是他。哎，听说你跟陈晓明在恋爱，怎么样？现在还在一起吗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八卦这些？这不是八卦了，这叫职业敏感。我们聊着聊着，说不定呢，还把我们为什么被关在这里的原因给聊出来呢。哎，那你赶紧说说。那你觉得你怎么进来的？是不是给谁爆料什么了？得罪谁了呀？这个人说把我们找过来想拍一个电影。我猜会不会是一个不得志的导演，忽悠不到投资实现自个儿导演梦，就他妈的把我们抓过来，想拍一个生猛牛逼的真实的大片儿。作为一个导演，我还挺能体会到这种人的痛苦的啊。嗯。我觉得有道理，
说不定这里装满了摄像头，然后全球网络直播，让我们互相残杀。来，大家赶紧找找，看看有没有摄像头。大家有谁觉得这很熟悉吗？或者来过类似的地方？谁能来过这儿？那大家都说一下是怎么被抓来的吧，在什么地点被抓来的，几点几分？我是在冯导的庆功宴上被抓的，是8:30传媒公司举办的那一个，就在宫廷那边，大约晚上2点吧。谁知道在马路打车的时候被人捂住了鼻子，然后我就晕了。哎，然后醒来就跟大家一样在这里了。我也去参加那个庆功宴了，也是2-3点的样子，同样是被人迷晕了，然后就什么不记得了。那看来大家都和冯导的庆功宴有关了。我记得我当时是在洗手间，突然一下眼前一黑，醒过来就到这儿了。哎，我跟冯导没关系，我跟8:30传媒也没关系，我当时也是在酒吧玩，大约是在12点多，我正要打车去鬼街吃饭，那会儿我就感觉有点不对了，好像有人在跟踪我，一开始我还以为是色狼呢，我正想跑，突然脑袋被给了一下，我就晕倒了，迷迷糊糊的就被扔到了一个大面包车上，里面已经塞了好几个人了。那你看清楚是什么车了吗？车牌、颜色，这车大概行驶了多久？我哪记得住呀，当时差点被打死，有点知觉就不错了，不过我隐隐约约感觉好像被扔到了一个男人的身上。大家已经被关在这里了，赶紧想想怎么出去吧，你再研究来研究去，在哪儿被抓的，什么位置，这 有用吗？我们现在研究出凶手的活动半径，就能知道我们的位置，然后我们再想想办法怎么出去啊。我看真的研究不出什么半径来了，我也是被冯导那个什么庆功会上被抓的，真他妈背。我也是在工体被抓的，但我那是朋友生日，就是一局，但是我喝断片了，你知道吧？后来我就被几个美女啊就搀扶出来，我以为是去宾馆，结果是一觉醒来到这儿，反正后来说的跟大家都差不多。你呢？该死，我也是在工体附近被抓的，看来这凶手的活动半径是没有办法推出来了，让我再想想吧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10分钟过去了，你们有谁猜到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吗？我知道你特别想拍一个牛逼的片子，拿大奖，让别人认可你。我们都是混娱乐圈的，我们会帮你炒作，帮你找演员，帮你推广，帮你发行。在场所有的人都是产业一条龙，一条龙，千万不要杀我！闭嘴！死到临头了还满嘴跑，你一个经纪人不好好带艺人，给艺人找机会，你不是拉皮条了吗？你吃罪吗？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我从来就没有强迫过他们，他们都是自愿的。其实我是一个 gay， 我从来没有潜过他们。你一定搞！放我们出去！放我们出去！下一个10分钟，我就死了。我还会回来的。你们肮脏的娱乐圈，潜规则，
性乱交，洗钱，吸毒，我恶心你。真的了，你别哭了，哭没什么用，赶紧想想办法是吧？一会儿这个变态还会再来杀人的。大家都说说自己是做什么的吧，都犯过什么事儿，别藏着掖着了，命要紧。我就是一个演员副导演，圈里人都叫我豹哥，好多的经纪人就像刚才死那个，都会带着他们的艺人来我这儿给他们推戏，再有就是一些个不知名的小演员、外围模特什么的，都会主动的投怀送抱，送钱送礼物咱就不说了，有时候还会把自己的身体送到我床上来。但这都是你情我愿的事情吧，平等互换，互惠互利，对吧？再一个就是，我有时候可能会贪一点小演员的片酬什么的，但这个圈子嘛，吃回扣很正常啊，那些演员也都认可这个事情，对吧？再说导演也觉得我挺不容易的，对这种事情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至于其他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再想想，再想想。我叫金泰，是华阳影视投资公司的老板，投过几个院线电影，赔得多，赚得少。这其中呢，有些也是忽悠一些外行的投资老板给投的。这些投资老板，他们也不图回报。你们知道，我的公司底下欠了几个小艺人，有时候带着他们去公关这些投资老板，唱唱歌，喝点酒，吃个饭，上上床，这叫什么事儿？这是影视圈的日常生活啊！你们娱乐圈果然很乱呀！我之前呢也接过一些高档会所的卖淫嫖娼的案子，但是往往还没有开始调查就被上头叫停了。现在啊，很多老板都是有保护伞的。这点我不同意啊，社会才乱呢，娱乐圈那不过是个小缩影。什么重庆官员不雅视频，校长强奸小学女生，道德底线一再突破，法律都他妈成挡箭牌了。是啊，我是玩过不少女孩，但最起码我没嫖过幼女吧，对吧？别老拿我们娱乐圈开涮行不行？现在某些个冠冕堂皇的公职人员好不到哪儿去，啊，那有些官员，什么反腐倡廉，那就是个屁话。大家小点声，别激怒了他。变态啊，很容易被激怒的。我觉得你这个警察，也不是什么好警察吧？我估计肯定是那种行贿受贿那活儿，再不就是你屈打成招过谁，要不然得有多大的仇啊？你们都想想啊，敢把警察都抓过来，是吧？你是不是真警察呀？首先，我不是官员，这点你要明白。其次，我没有收过任何黑钱，也没有打过谁。这个罪犯有可能是模仿国外的犯罪片，还是有点变态的那种。那我来说一下吧。我呢是个演员，叫张子帅。我之前呢交往过一个很单纯的女朋友，他对我很好，人也不错，但是后来我们分手了。我现在跟一个比我大的女人在一起，她管我吃管我住，我可以肯定的说我没有干过任何坏事。我唯一对不起的就是我之前的女朋友，但是他也不会这样对我。如果真要说得罪的话，
也可能是那个女人其他的男朋友来报复我。她有好几个小白脸，我就是其中一个。你呢？我一个有点名气的女演员，我害过谁啊？在这个圈子里，如果说都要害人，我只可能是受害者。我知道了，刚开始的时候凶手说要拍一个电影，密室悬疑片，我估计就类似于《电锯惊魂》那种。刚才他杀经纪人的时候，口气跟《电锯惊魂》里那个老头一模一样，还列举了他的罪。没错，《电锯惊魂》讲的是什么呀？我没看过。《电锯惊魂》是好莱坞的一个密室杀人片，是一个系列，讲的是一个老头把干过坏事的许多人都关到一个密室里边，然后给他们套上各种杀人的器具，然后播放老头的录音，让他们自己忏悔自己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还让他们去选择是被这些机关杀死，还是在规定的时间内锯断自己的腿逃命。我估计这个变态就是模仿这个，好多人都不忍自残就送命了。还有就是会让这些人互相残杀，最后就剩一个人，很残忍，很血腥，很暴力。这个变态肯定就是因为这个。我估计如果中国要拍这样的片子的话，那票房怎么也得过5亿。这个变态就是学电锯惊魂那个老头，想让我们自相残杀。我也看过这个系列，这个罪犯不是也说这个游戏不要血腥暴力吗？并且游戏规则又很简单。我觉得我们还是好好思考思考这些线索，别被你这个线索带到沟里去了吧。你呀、啊、too young too simple。 我们大家伙都是这个圈子里的，刚才也聊半天了，真的是没什么交集也没什么联系，分明就是这个凶手看不惯娱乐圈那点黑暗才把我们抓过来的，让我们互相揭露嘛。你看啊，影视公司老总、娱乐记者、女演员、男演员，还有经纪，我是导演，让我们互相揭露，最后剩一个人出去。我估计这个人很可能就在圈里待过，但没混下去。我觉得如果大家没有别的思路，也能按照这个思路思考下去。大家别慌乱，保持清醒。我知道我让你打过一次胎，我对不起你。如果你来找我的话，我不怪你。不可能是你的女朋友，如果是你的女朋友的话，她直接找你就可以了，何必搞那么复杂？现在对于一个女孩来说，打胎不是什么事儿。我是女人，我了解。彬彬，你最近接触什么大佬了吗？咱们之前没留下什么不雅视频吧？你他妈胡说什么呢？我跟你没关系，我现在单身。男女关系裤裆那点事儿吧，也就那么回事儿。既然大家都是圈里人，我也就不装了。我这个身份，大家一听那就是潜规则的代名词啊。但我绝对是个好人啊。想上我戏的这些人，那都是主动投怀送抱的。大明星咱也搞不上啊，我也就是搞搞那些什么艺校学生啊、嫩模啊，就这也就这些嘛。伤天害理的事儿，我觉得我真没干过。再说了，我这个人还是很讲义气的，凡是过我手的人啊，我都给他安排最起码也是跑龙套的角色，他们不亏，对吧？我记得玩的最爽的一次是去年的一个沙滩派对上，大家伙玩的都特别嗨，但有一个嫩模他特装，你说都来这个场合他装什么蠢，对吧？然后我就给他咳了点药，后来就弄到边上去好好爽了一下。这种烂事都是家常便饭了，你赶紧说点有用的，别浪费大家时间。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，你干的坏事，坏事懂吗？
以前我很鄙视柯亚，但自从那次以后，我就迷上柯亚了，太爽了。人啊，都会变成自己曾经最讨厌的样子。如果我今天真要是死在这儿，回味回味那次，也就值了。哼。刚才死的那个叫琴琴，她说她自己是新出路模特公司的经纪人。你们是不是有什么关系？我听说过新出路，是个大型的公司，每年都要举办模特大赛。但是这个人我不认识。坏了，有点像嗑药了。兄弟，你帮个忙，有人踹我手，把我手踹断，我的手就能从手铐里出来了。你没开玩笑吧？我下不了手，你让他来吧。你就来吧，如果我能出去，我就报警，好吧？大家都能获救。我说兄弟，你没看《电锯惊魂》里面吗？那个人都把自己的腿锯断了。来，来来来，来呀！来呀！行，这个让我动啊！知道你为什么来到这吗？我们每个人都干了很多坏事。你学《电锯惊魂》里那个人，他惩罚过吗？干坏事是一定的。我问的是，干了什么坏事？你不是要杀我们对吗？而是要我们反省，那就多给我们一点时间啊！别滥杀无辜。闭嘴！我干过的坏事太多了，我死之前。告诉我是哪些？你们大家还是多说说自己的事儿吧，我来负责记录和推理。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跟娱乐圈有关。你们几个人真的互相都不认识吗？又或者说没有什么联系？还是你好好想想吧，我们都是娱乐圈的，无非就那点破事儿。你是警察，警察是要接触大案要案的，是不是你办案的时候得罪了什么人，或者是黑了谁的钱，要不就是你办案的时候误伤了谁。我觉得我们这些人是不会犯什么大事儿。平时偷税漏税，潜个规则，忽悠人点钱，这算什么事儿？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说一句，我没有开过枪，没有拷打过犯人，更没有收过黑钱。肯定是你得罪什么人了，你好好想想吧，尤其是跟娱乐圈有关的人，这样我们都能串联起来。我觉得我们应该思考一下，是不是我们有什么共同的爱好，或者去过共同的什么地方，导致于又或者我们一起做过什么坏事儿？要说共同点呢，哎，我们正好是七个人，应该是七宗罪。嗯，哎，你们都看过七宗罪吧？里面史蒂芬·凯文杀了正好是七个人。那里面七个人吧，分别是犯了宗教里面七个不同的罪行，有的贪婪，有的淫欲，有的好色，还有的什么我给忘记了。哎，我们里面有没有基督徒啊？嗯，我是天主教徒，但是七宗罪并不是基督教义，它是天主教里面的概念，分别是暴吃、贪婪、懒惰、
傲慢、愤怒、淫欲和嫉妒。嗯，这就对了。我们应该想想我们各自的弱点，然后呢，再想想我们干过什么事情，跟这七个罪啊，能对上号的。嗯，我看的新手吧，神神秘秘的，真有可能是个基督徒呢。我看不像信教的，也不像异教徒，我看他身手行动非常干练，倒像当过兵的。当兵跟信教不冲突啊？当兵的不信教，当兵的都信马列主义，我们教会就没有当兵的。嗯，哎呀，不管了，反正我们刚才不是分析过了吗？他肯定呢是懂电影的，要么呢就在我们圈子里面混过，再有可能就是一个超级大影迷，应该是啊七宗罪的超级大影迷。要不然你说正常人谁会想出这么变态的方式来啊？我们呀就按照这个七宗罪推理下去吧。不过我看你啊肯定是傲慢这宗罪。我哪有资格傲慢呀？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比我优秀的人太多了，如果说一定要给我定个罪的话，顶多就是嫉妒。我的确会嫉妒很多人，尤其是我的好姐妹，但是哪个女人不嫉妒啊？更不至死吧。要我说呢，我其实挺有惰性的，我平时也不会主动去找机会，要不现在早就火了。我就不愿像有些人那样天天陪着导演去夜场玩，有那功夫我还不如在家睡大觉呢。你们说我这样算懒惰？要是这样说的话，我靠边的也只有暴怒了。我开除过几个员工，他们太差劲了，忽悠不住投资人，天天来忽悠我。我说嘛，这不就对上号了吗？刚才呢那个导演吧肯定是淫欲，请了那么多女演员，前面那个经纪人吧应该是暴吃，你没听他说吗？是在半夜去吃宵夜的路上被抓的。哎呦，我想起来他那身上的面包渣呀就恶心。我觉得这次肯定没问题。哎，我猜出来了，你快进来啊。我说这个没那么简单，以我对天主教的理解，我觉得凶手并不像天主教徒，也不像宗教的极端分子。哎，对了，你是记者，你觉得你犯了什么罪？记者啦，你是知道的，这个行业就是这样子呀。我一个月才几千块钱的工资，我要是不赚点红包我怎么生活呀？其实我也干过挺正义的事情，就是去年那个嫩模搞性交易吧，就是我给曝光的呀。还有那个海滩的豪门夜宴也是我给捅出来的。你这些乱七八糟的新闻算什么正义啊？那些富二代官二代你不去曝光，净捡一些小鱼小虾米欺负。无论怎样，大家都跟我说一下最近做过的坏事吧，说清楚地点时间和任务关系，我呢负责推理还有记录。嗯，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这七宗罪，但也不必强加在七宗罪上。你先说。如果说到嫉妒吧，半年以前我确实做了一件事儿，我挤掉了我一个最好的姐妹的角色。当时其实我俩挺好的，可是我嫉妒她，深宫的角色是她的，当我挤掉角色之后她就再也没有理过我了。对了，她叫宋小倩，听说是找算命先生改的艺名，至于真名是什么我也不知道。
你们也知道，改过艺名的女孩都不希望别人知道他们的真名的。其他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，我觉得没有这件事情重要。哦，对了，你们有谁知道他吗？我的确忽悠过不少投资人的钱拍戏，有时候明明知道这个戏会亏，但是这些投资人他有时候也不指望你收回成本，他们指望潜规则。说起深宫，我也投了资，没想到这个戏还挺火，赶上了宫斗戏的好时候。冰冰，你那个角色不就是我当时通过圈里的朋友帮你介绍的吗？对哦，我记起来了。我这些事儿算什么事儿啊？不会是投资人来报复我们来了吧？老总投资了深宫，副导演做了深宫的执行导演，而你演了深宫，现在你们几个就能串联上了。你呢？你演过深宫吗？或者跟他们谁打过交道？我要演了，我早就火了。看来这个事儿跟深宫这个剧组有关，那我们就得好好分析分析了。深宫？我觉得不是，我跟深宫吧没有半点关系，我既没有收过他们的红包，也没有报道过他们的负面新闻。至于我的罪行吧，还真说不上来。半年以前我曝光过的豪门夜宴，这属于正义。我顶着上面的压力，说明我还是有良知的。如果这件事情得罪了人的话，那太没有天理了。那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有罪。这个事儿应该跟当时半年前的一个热门话题的当事人有关，而且副导演不是也说过吗？这个经纪人向副导演推荐过演员，还有你说的最多的也是半年前的那个热门派对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的相交点应该就在半年以前。好了，现在大家赶紧回想一下这半年发生了什么样的大事儿。我知道我们七个人是犯了七宗罪，他贪婪，他淫欲，他那个好色，不是，他好色，他淫欲。等一下，我这次真知道了，我这次真的知道了。一米四进来，打死的都是说话最多的这一个，这十分钟就是我说话最多，所以你要把我先打死，证明我分析是对的。你这样不公平。我杀人是随机的，不过呢，我杀的每一个人都留下了有效的信息。不是七宗罪，现在已经死了三个人，我们如果再不推断出来，谁都别想活了。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不是深宫一部戏，一定是某种血海深仇，应该是出了人命，否则凶手不会搞出这么大动静。
凶手好像不图名，不图利，不好色，不变态，更不是异教徒。这种情况，往往是为了报仇。报仇？我们大家都赶紧想一想，我们身边有没有什么人死亡、致残、重伤害什么的，又或者强奸、毁容什么的。那些不疼不痒的小事就别说了，时间有限，别误导了大家。要说身边有人死了，有个外围的女模特，她得了艾滋病算吗？那老藏涉毒进监狱呢？我觉得当时肯定是有人举报了他，不然不会抓到他的。你就别说那些鸡毛蒜皮的事了，行不行？不要干扰我们大家。说到娱乐圈，这大半年死了的确实有三个，一个是病逝，一个是车祸，还有一个就是死掉的嫩模。其实我认识他。死了的其中两个人是老艺人，咱们的副导演能够够得上关系的，会是大明星。根据排除法，应该是小嫩模那一个。死了那个小嫩模叫什么？他叫宋英，就是半年前豪门宴自杀的那个嫩模。其实她就是我的好姐妹，可惜她跟老板们乱搞性交易，得了艾滋病，最后就自杀了。对了，冰冰，你刚才说那个女孩我好像也有印象，后来报纸上不是报道她疑似感染了艾滋吗？就是那个派对之后有关部门要检的结果，后来就不了了之了。嗨，可惜了。那我们就赶紧想一想吧，刚才凶手不也是说这些死了的人都留下了不少有效信息，我们赶紧回想一下他们都说了些什么。我觉得时间线索应该就在豪门夜宴，而且它的时间段也符合，并且刚才女记者一直在强调豪门夜宴。你们都去过豪门夜宴吗？我去了，我记得我和冰冰就是那个豪门夜宴上碰到的，我觉得不错，就推荐了他上深宫一个角色，对吧，冰冰？也就是说，你在豪门夜宴上被这个老总潜了一下，得到了角色呗？你们俩之前早就认识，这他妈都什么时候了，为什么不早点说？这是会死人的。我承认，我也去了，也被那个经纪人潜了一下。不过他都估计不认识我。我其实不是同性恋，但是我没有办法。其实我是配不上我的女朋友，才会跟她分手。我是去了，但是我没有干坏事。如果说伤害的话，我伤害的是我自己。你现在最好把你知道的都给我说出来，要不然我会认为你和他们是一伙的。现在明显你知道的秘密最多，说，快说，简有用的说。我能说的都已经说了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赶紧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，你早点说，大家才有得救，说不定下一个杀的就是你。其实半年前我也在调查豪门夜宴这个事儿，当时微博上曝光了这个事儿，上头交代我要去调查一下到底有没有传友的性交易。我是去了，可是正当我深入调查的时候，上头突然间叫停了，
可能是主办方有上头的关系吧，我也不知道，又或者说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形象。唉，这个案子后来就不了了之。你也没干过什么坏事，难道是凶手院里没有伸张正义？我觉得这里边得罪最深的应该就是主办方老总了。你想啊，他经济上受了损失，又没被关进去，问个话就放了。我一直觉得是他想报复我，因为他有时间，有精力，有实力，又很有资源，要不然不会等到你们都在工体的时候，并且那天你们都参加了庆功宴。这种事儿一定是有组织有预谋，不可能是一个人干得了。也有可能这个事儿被曝光以后，活动的主办方就破产了，那个被曝光的嫩模自杀了，当时影响很大。主办方的张总我也见过，好像没有地方得罪他呀。你说的那个嫩模你认识吗？你是不是把他给抢了？你胡说，那个女朋友我根本就没见过，否则我还有命站在这儿吗？那个女孩她的自杀好像是因为得了艾滋，说不定就是你感染给她的。咱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，我有必要撒谎吗？你见过我这么胖的艾滋者吗？听说那个女孩的艾滋是一个公子哥传给她的。不可能，一定是跟那副导演得的。你看他那么色，一定潜过很多女孩，一定是跟那副导演得的。他死有余辜。哎呀，别吵了，别吵了。那个女孩我都不认识，跟他没关系。我们还是赶紧想想豪门阴影这条线索吧。那个女记者说她自己曝光过豪门阴影，我们这些人，你我他还包括副导演和经纪人都参加过豪门夜宴，往届我都参加过，很隐蔽。可是去年来了娱乐圈的好多新艺人，这个主意还是我跟主办方张总提出来的，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害了张总吧。你们为什么会来到这里？是不是每次第一个说的人都会被你打死？那我们所有人都不敢说了。我要问的是，如果这次和你说的人是我的话，猜错了，我是不是就得死？赶紧说答案吧。你需要什么你告诉我们，我可以帮你解决的。你是不是需要钱？我可以给你啊，100万、200万、300万，好不好？还有我的别墅，价值上千万，我都可以给你。只要你放过我，我都可以给你。求求你了。你的眼里是不是只有金钱和名利？你以为每个人都会像你一样吗？在你的世界里有没有更重要的东西，比如友情？那是不是跟半年前的豪门夜宴有关系？你接着说。你是豪门夜宴的主办方，每年都赚大钱。就在半年前，你招了大批的娱乐圈的人，结果走漏风声，树大招风啊。后来被媒体曝光，被公安查，于是你干不下去了，所以你来找我们报复。哼，你错了，我跟他们没有关系。不要杀我，我还有一个5岁的女儿要养，她需要我，
看到孩子还小的份上，你的孩子，你离婚是因为你帮二奶，你孩子生日那天你还在外面胡搞，在你的眼里有亲情吗？有感情吗？不要拿你的孩子来说事，这会更加来激怒我。你们都该死！你是宋林的男朋友，对吗？他肯定不是宋英的男朋友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才是他的男朋友。你说的宋英是他的本名吧？我不知道，他还整过容呢。那你之前怎么不早说？跟他没关系。你在豪门夜宴上出卖自己的肉体，抢来的本来是宋英的角色，结果你出名了，他却死了。你和他是好朋友，你对得起他吗？你说你还干了什么坏事？是，可是我刚刚已经说过了，对这件事情我真的很抱歉。当时我还没有出名，和宋英还很要好。可是去了那个派对之后，我和一个老总做了个交易，然后就把他的角色给抢掉了。可是他说了，他跟他没有关系，这件事情不怨我，不怨我。我一直都不愿意相信那个被曝光的人就是宋英，他死得很冤枉，我对不起他。照片上的人根本就不是宋英，只是身影看起来有点像而已。我很想辩解，但是我又怕他知道我也去了那个派对，而且还发生了那种事情，所以我没有站出来为他澄清。我对不起他。其实在派对上他是被人下了药，我都看见了，但是我没有说。我很后悔。宋英很要强，我当时真的不应该和他分手，但是我没有脸见他，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但今天这件事儿绝对不会是他干的，他很善良，不会去伤害我们大家，更不会伤害我。别哭了，镇定下来，这个事儿就是因为宋英。可是他说他跟他没有关系，他说他不是他男朋友，他还能有谁？啊？啊？刚才凶手杀死老总的时候，一提到感情啊、亲情啊什么的，好像非常激动。看他的年龄，差不多30多岁。如果他不是宋英的男朋友，就一定是宋英的哥哥，所以是他哥哥替他报仇。我好像以前也听宋英说过，他有一个哥哥，给了他50万，支持他到娱乐圈去发展。那钱是他哥哥准备结婚用来买房子的，不过后来也被那些经纪人给骗走了。这些该死的骗子公司。还有一点，我不大明白，我们每个人都做了对不起宋英的事，你作为警察，
如果仅仅是应付应付做个调查，那么也不算什么错事。警察同志，你最好说一下你在里面到底做了什么坏事。你见过宋毅吗？别乱说，我没有，我这是在奉命行事。这个事儿对于我们来讲，城市形象是不光彩的。后来我接到了上面的电话，要求我停止调查，我就被调到二线了。我再也没有追问过此事，这是政治，你懂吗？当时网上曝光的那个照片我也看了，仅仅是一个侧面而已，而且还很模糊。我当时就觉得那照片上的人肯定不是宋英，而且他也从来没有过那样的衣服，他那天穿的也不是那件衣服。我后来一直想打电话问他，但是他一直没有接电话。我觉得事情非常蹊跷，但是今天我看见你，觉得你挺像那个照片上的人。你能告诉我怎么回事吗？那次豪门夜宴。我不仅跟那个老总做了交易，还和一个公子哥睡了。他当时给了我50万吧，然后那个派对就被人捅了出去，说是什么淫乱派对。你们当时说的那什么狗仔队拍的照片，那个侧面是我，因为我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，他说要我把衣服给别人，然后我看见宋英被离间了，而且身上还没有衣服，我就把衣服给了他，还拍了一些照片，把一切都嫁祸给了他，让所有人都认为那个照片里的人是他。宋英后来肯定知道了是怎么回事，但还当你是朋友，所以没有辩解，是不是？你这个贱人。那艾滋病呢？到底是谁传染给他的？我本来以为自己都要死在这里了，我以为这个秘密可以被我带到天堂里。为了我，为了我家庭的名誉，可是现在我没有机会活下去。我希望我们出去以后，你们可以帮我守住这个秘密。我以后可能还要在娱乐圈混，求求你们了，好不好？你快说吧，没有时间了。那个公子哥就是艾滋病携带者，而且还传染给了我。其实宋英没有得艾滋病，为了在娱乐圈混下去，我必须嫁祸给他，然后我就找他帮我，并且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调换了体检结果。我对不起他。也就是说，你造谣他感染了艾滋病，然后让那个记者曝光，让他身败名裂。他本来是可以活到现在的，否则凭他那么坚强的性格，肯定不会那么轻易自杀的。是你害死了他。那化验结果呢？化验结果是那么容易换的吗？你说换就换。你在医院里是不是还有人帮你？当时我接到了上级的电话，说要我保护地方形象，
大事化了，并把一切都安排在宋英的头上。我当时就怀疑这个事儿是不是跟某个首长的公子有关。现在看来，照片上的人果然是他们两个，就是某个公子和当时的女明星。那天给你打电话的也是我，上头给了我一个号码，交代我这么做的，让你把自己的衣服借给了他，然后拍了照片，记者在持续曝光，这样所有人都以为被曝光的人那个就是宋英。我对不起，化验单的事我也知道。连你这个警察也是个坏蛋。我说凶手怎么连警察都敢抓？我也没办法，我这是执行上级的命令。宋英很要强，首先是我辜负了他，让他丢掉了爱情。杨冰冰，你背叛了他，让他失去了友情。傅导演那个王八蛋占有了他的身体，那个老总让他失去了成名的机会，这个该死的狗仔记者把事情曝光，让他失去了名誉，还有那个经纪人不但骗了他，还把他推进了火坑。你身为一个警察，不但不帮他，反而变本加厉地害他。你们都该死啊！当然，我也该死。现在这个事儿就明确了，经纪人带宋英入行，骗了他的钱，想要推他上位，介绍给副导演之后，副导演潜规则了他。潜规则可以说要给他一个深宫的角色，而你抢了他那个深宫的角色，因为跟老总你们达成了协议，老总是投资商，有了说话权，自然这个角色就是你的了。当然记者曝光了这个事儿，让他身败名裂，再也没有拍戏的机会。还有男演员，你抛弃了他，让他伤心，而我调查了这个事儿，哥，我想去大城市发展，我想去北京。去那种大城市压力那么大，会很辛苦的。我想去做演员，去拍戏，实现我的明星梦。那种圈子适合你吗？你这么单纯会上当受骗的。反正我要去，哪怕从一个小模特做起，或者去做群众演员，那我也要去。你不能去，爸妈去世的早，不能让你出去瞎折腾。瞎折腾？这怎么能是瞎折腾？有你这么做哥哥的吗？我这哥哥怎么了？我还不是为你好吗？你不能去。哥，我再告诉你一遍，做明星是我从小的梦想，我是永远不会放弃的。我不会像你这样在小县城里安安稳稳找个工作，窝窝囊囊的过一辈子，这样的人生不是我想要的。我就是要去大城市，我就是要做明星，我就是要做演员，这是我一辈子的梦想，我永远永远都不会放弃的。我不会让你去的。好，哥，这是你说的，有你这么做哥哥的吗？你要再这么任性，我就不认你这个妹妹。你们为什么会来到这里？说，
经纪人骗了松英的钱，副导演明见了他。我们都知道错了，我们都已经深深的反省了自己，我对不起他，我真的对不起他，但是请你原谅我们，我希望你能给我们一些机会，让我们重新做人，放过我们吧，哥。哥，我错了，你杀了我吧，我对不起松音，我很后悔。她是如此的美好，花季一般的青春。他唯一的错误，就是遇到你们这一帮烂人。你们任何一个人，都不该让他死去。你们把他看作一个符号，一个玩物，是你们毁了他。我已经告诉警察你们的位置，当你们离开这里的时候，我也将会死去，只是我要让你们记得你们所犯下的罪行，而这些罪行会一直困扰着你们，直到你们死去的那一天。不许动！你这个罪犯！你开枪了？疯了，他都已经放过我了。你有什么资格教育我？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啊？你敢开枪吗？我懂。我的工作被别人知道了，政治生命如果结束了，剩下只有痛苦，为你付出全部，你却让我哭，摧毁所有我对爱情美好的祝福，来换取你短暂的幸福。
把爱挥霍无度，被伤害的，被抛弃的，女人最无辜，是你把我逼上绝路。你犯下的罪他不可饶恕，我对你的爱他坠入坟墓，曾经那个我粉身碎骨，如今的我已真真铁骨。你犯下的罪他不可饶恕，我对你的恨他无法消除，老天会清算你。